大家好，我是乐乐爸爸。这个我现在啊不是在浴池啊，我现在是在这个车里。今天呢一直在忙，最近一段时间呢，咱这个生意啊还是比较好的啊。这个从早晨咱就有单一直接啊，然后呢刚才回家吃饭的这么一会儿，这个也就前前后后45分钟吧，这车呀就凉透了。就是咱东北啊进入39天之后啊，这个天儿是真冷啊，嘎巴嘎巴冷。就是这个手如果要是在户外放着的情况下，没有一点防护措施，就是单纯的戴一些这个棉线手套啊。冻掉了，说白了你都不知道，没有知觉，就是现在-27-8度是正常温度了，现在都。之前呢，这个我还挺怀念咱哈尔滨下雨的那么一段时间啊，冬天下雨比较反常，最起码温度还挺好啊。因为我瘦嘛，我106斤，这个抵御严寒的这一块真是有点太差了。咱们啊现在要干什么呢？给这个两位家人比较着急的啊，因为他这个时间掐的比较严一些，就是给家里人呢送。咱们今天呢给他特意去一趟，今天代购的是这个咱秋林米道斯的红肠小肚啊、粉肠，还有那个秋林公司的大虾糖、酒心糖，还有咱果仁野王。话不多说，咱们现在就去吧，给大家看一眼，这是咱开车2分钟的这么一个状态。哎，太冷了，就是呼吸2分钟这么一会儿，咱的哈气啊现在就凝结了。看看这个车玻璃，咱看外头现在特别费劲啊。哎，给暖风打一下吧，看看啥时候能上温。现在调到最大，正常是32度是最大的温度了。就咱哈尔滨呢，在外面走，这个冷空气我就感觉都是一种阻力。哎，方向盘嘎巴嘎巴冷，你要是手有汗，你摸上去都感觉能粘住啊。看咱们哈尔滨，现在啊就是说3:30，这个天儿就马上就要黑了。这一天你要是不紧忙活，啥也没干，这一天过去了。现在咱这个行人呢，我看已经把这个冬天最暖和的这个衣服已经穿上了，大棉袄呢，二棉裤，就剩眼睛了。我看，那溜眼啊，咱10分钟了，现在还没这个上来温度。我看索菲亚，现在咱又能进去参观了啊，这个里面进进出出的人还不少啊。这个是圣索菲亚大教堂，秋林食品公司到了啊，给大家来买这个酒心糖啊、果仁野子，还有咱这个原味野子。人可真多啊，咱来这个秋林米道斯给大家买这个红肠，这人还真不少啊。我的天啊，人真不少，咱排排队吧。现在两位阿姨正在这个选择红肠，给我排那个5袋红肠，一个儿童肠，一个粉肠，一个干肠，一个小肚。好的，哎妈呀，他家这人呢是真忙啊，我这光喊完了也不给我整啊，太忙了。马上过节了嘛，这个买的也多啊。给咱先说一个啊，这个虽然柜台里也有，但是人家知道咱啊，就是说要给外地的家人，所以说给咱先说一个。就这么一会儿啊，这个一波换一波，就阿姨没走，现在一波换一波，真是太忙了啊。咱这个买的人太多了，这个就是咱的，马上就完事儿了。你在这看半天是啥意思？这个是看封的严不严？我还以为那个有什么说道呢，是吧？啊，又走是不是阿姨？这都是给外地的亲人邮的，是不是？非常好，两个老姐姐给这个外地的家人啊，咱邮这个秋林米道斯的肠啊，咱这个39.8块，然后呢儿童肠是40.08块，完事儿了啊。咱所有的东西啊都在秋林米道斯专卖店给大家购买了，因为咱这个套餐厂家有个别的这个货品啊迟迟没有生产啊，所以说这个需要的这个家人咱一直啊也没给大家这个发货。这个是宾夕的啊，咱最早的那个套餐给大家看一眼啊，有这个牛肉午餐肠啊，还有5香酱牛肉，还缺一个牛腱子肉啊，咱还有一个，这个是纯牛肉的红肠啊，还有这个牛筋肠，特别实惠啊，鹅肝肠，咱还有鹅肝，这个是牛肉小肚，像咱这个清真这一块啊，咱可以选啊，清真这一块都是不错的。今天啊，咱这个又不能拿了，给这个家人。今天我拿的这个是秋林米道斯的这些东西啊，这个准备全了，咱上顺丰。这个1个小时的购买时间，咱这个外面啊就完全黑天了，咱们现在上顺丰给家人发走啊。这个是咱哈尔滨晚上的这么一个车流情况，车还是很多呀。这个包完了，咱这个有小肚和粉肠，这个呢我就给这个家人啊用一个咱泡沫箱，然后呢剩的这些东西只能把这个泡沫箱放在这个箱子里了，就是这个纸箱子再摞一个咱泡沫箱。给大家看一眼啊，这个姐啊是这个之前要的咱的那个羊蝎子，然后那个给他发了。这个羊蝎子因为里面我不知道啊有这个酒精锅，然后给滞留了。我给大家看一眼啊，咱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非常多啊，他这些东西，然后呢咱不能给他了。这个天哪，这是羊蝎子，在最下面，这下面有这个酒精锅，天哪，你看，就这个，就因为这个咱那个就是说现在这一个就100，还有咱那个蹄子，还有这个牛蹄子，这都废了。你看一看，像咱这个牛蹄子全废了，咱不能给发了。然后呢我又给姐重新买了一套，都在这儿呢。这个牛蹄子咱这个又是原班人马，然后姐又加了一个羊脸，就这单，我正常现在就初算
100多运费，再加这个羊蝎子这些东西，就赔了300多块钱。但是咱不能说这个丧良心说啊，这个为了不让自己赔钱，把这个东西再给邮回去了，你知道吧？3天朔风其实也没事，但是咱不能那么干啊。这个咱是又一套啊，今天又给买了一套，能做啥样，我就肯定努力做。就是说返货，咱绝对不会给别人，尤其是时间长的，咱买的就是一个新娘。